2093年前，来历不明的怪兽突然进攻人类。与此同时，世界各地的犯罪率连年攀升。截止到2095年，面对天灾人祸，世界政府无能为力，全人类陷入恐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人类史上第一位超级英雄灵出现了。灵击垮了无数黑暗势力，抓获了一个又一个超级罪犯，打倒了众多怪兽，就连怪兽之王也被其斩首。他收集和公开了怪兽与罪犯的资料，如同人类最后的希望之光。是他让人类真正了解了这个世界，是他带领了人类的反击。超级英雄的队伍不断扩大，因此从2100年起，各国犯罪率开始下降，怪兽数量减少，世界逐渐恢复和平。但就为带领人类平安地迎接22世纪的灵，却一声不响地消失了。在灵消失5年之后，以他为原型的系列电影第5部《灵，我不是神》即将上演。太期待了啊！没想到这系列电影都第5部了呀。这些人要知道，曾经拯救世界的英雄，现在因为被妹妹赶出家门找工作，会有什么想法呢？怎么了？谢谢大人，欢迎谢大人，这不是那什么超级英雄食神世家吗？很高兴大家今天过来给我们的秀捧场，为了可以尽快晋升 B 级，还请大家多多支持。是谁？食神家族，你们打伤了我的人，今天我就是来杀你们的。你是？连鼎鼎大名的黑手大爷都不知道吗？啊！区区一个 C 级通缉犯，竟然敢来我们的演唱会搞事，诽谤我们食神世家的人，别以为我们会就这样放过你。兄弟们，给我干掉他们！喂，你们是不是把荧光棒跟这东西搞混了？可恶，竟然耍这些小阴招，给我把他们大卸八块。这时候请你们来人。看来 C 级的黑手也不过如此，竟然会愚蠢到自己送上门。作为我排名升级的道具，今天我可不会轻易放你走的哟。不要太自以为是了，老虎不发威，当我病猫啊！
赶紧给我滚，不要让我再见到你。可恶，我不会就这样放过你的。这么危险的事就别有下次了，乖乖在这儿等特别行动部门来哦，不然我就要再加一刀了。警察专用的高级手铐，他难道是？到时候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，这卡里的钱就是你的了。没想到食神家族的人竟然会为了升级做这种事，如果被世人知道了的话会怎么样呢？这种事不用你操心，请注意你的身份。哼，无趣的家伙。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我会把剩下的钱打进去。哼，到时候可不要出错了。那是小菜一碟，混账东西，竟然敢耍我！让你们瞧瞧 B 级的真正实力！喂喂，这和说好的不一样啊！哦，二段变身哎！废话少说！队长！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。不堪一击。等等，你的对手应该是我。这个人是？你压的是谁呀？敢妨碍本大爷的话，杀了你哦！我就是一级英雄战臣，今天就用你来让我一战成名吧。哦，区区一个一级很有胆量吗？什么叫区区一级啊？我真正的实力可不止一级这种程度。哼，大功率反作用力手套。哦，试一下这个，连大象都能轻易吹飞的。你还好吧？不愧是黑手，实力不容小觑。当然，作为一个英雄，我是不会有事的。你现在看起来不像没事啊，喂。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等离子去无波吧。我还可以再战。电击棒，自动跟踪手雷，透视眼镜。你这都几次了？一次又一次，像个蟑螂一样。既然你那么想死的话，老子就送你上西天吧！我不用过来了。你这样的平民还是快走吧，我来挡住他。谁也跑不了，快点走。你会死的。我可是超级英雄啊，怎么可能丢下百姓自己逃跑。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快点早就不当了。一击球，你到底是？我们组队吧，有我的超级头脑和超级装备，再加上你的超级力量，我们一定会是史上最强的超级英雄组合。你确定你有那两样东西？切，你这是不了解我的真本事，要不是我今天装备没带齐，早就干翻他了。我说你啊。
少荒凉，不是没人知道英雄也有悲伤，在战斗背后有多少失望，还有多少被遗忘，默默的付出不是给谁看，英雄不过是一种遗憾。 I'll be there taking your life， 不会有任何意外，天光下我住在红色的沙漏，恐惧全覆盖，黑色期待，英雄我一定不在，这一刻我只是想要把所有敌人都掩埋。 I'll take tonight I'll stop the fight， 不是随便去掉现在都来叫嚣，英雄有爱有爱的无奈，在这里有点什么记住的在，不是我不相信英雄没有意义，只是生命的界限告诉我真理，真理真理到底是什么理，我是英雄人中之一。这究竟是他过来了，你们是谁？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竟然是人，就是排名第三的超级英雄寒冬魔女大人。请问可不可以帮我签个名？啊，可以请你先描述一下事情的经过吗？我是新注册的一级英雄战臣。哦，我刚好经过，看到通缉犯黑手正在袭击食神他们，所以我便拿出我的看家道具跟黑手激战起来。最后就是我和这位助手一起把他给打倒了。助手？人呢？幸好跑得快。你来这儿干嘛？此事报告，我是不会批准的。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说过了，你只能是我的。我又没卖身给你。话说，你知道秦博士的研究所我申请了多久吗？啊？你想进研究所？我龙氏旗下的100家研究所都可以让你任意挑。滚！我说，今天又是纯情少女吊打霸道总裁啊！这个龙文峰好歹是个高富帅，你怎么就不喜欢呢？啊？这不是废话吗？我心中永远只有你一个。还不是那种只在乎名利又弱鸡的绣花枕头，请不能让他知道我这个哥哥就是零。对了，工作找得怎么样了？这世道工作不好找啊。也就是说你没找到工作喽？你都在家里蹲了5年了，这样当蛀虫啊？宅在家里那么久也不帮忙干点家务活，吃完饭的碗也不洗，脏衣服又丢得到处都是，再看一下你的房间都乱成什么样了。你好烦啊，爸妈都没说什么。老爸老妈挂墙上都快10年了，能说话才怪了。看我今天不整顿一下你这劣根性。我开个玩笑吧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可以打断你们一下吗？喂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谁呀？你好，我是一级英雄战臣，是来邀请你哥哥一起当英雄的。英雄？你这个家伙真是阴魂不散呢。不用在意我的，快给我出去。你想请老哥做搭档？是的，成为超级英雄不但能解决工作问题赚取奖金，而且作为我的助手，萧氏集团会支付工资。奖金工资？
那就归你了。交给我吧。喂喂，我只是个连架都没打过的普通人呢。说什么呢？你今天不是秒了个 C 级通缉犯吗？果然我们林家的孩子还是很有出息的嘛。听人说话。嗯，总算又解决了一件事了。不要在那里擅自解决问题啊。明天我带你去英雄协会注册吧，顺便请你吃饭，庆祝我们组队成功。随便你吧。老哥，你要努力工作啊。就这里？对，英雄注册的地方。这还真是财大气粗啊。不过林周围那几个是谁啊？你宅在家这么多年到底都在干嘛？我跟你说啊，他们可都是曾经和林并肩战斗过的 SS 级超级英雄，传说级别的人物啊。 SS 级？我怎么不记得我跟这些人一起战斗过啊。这就要从五年前颁布的超级英雄注册法开始说起了。林消失后，世界政府提出了这个法案。这个法案把英雄按战斗力和战绩从高到低划分为 SS、S 以及 A 到 E 级。结果这个法案引发了不少英雄的内讧，许多英雄因此离开。算了，还是不要提这事儿了。我们还是先去注册，接着是测试，只要通过了，你就能成为一名英雄。两位请进。亚坦先生，这位就是前来进行测试的随便战士。哦，随便战士吗？还真是随便的名字呀。能在我手下坚持三分钟就算你及格。那如果我把你打倒了呢？喂，虽然你是一级就打倒了黑手，但亚坦可是 B 级英雄，就算你再厉害啊。你以为没有实力的人能来这里给你当考官吗？哦，看来我得好好验证一下。不会吧，居然可以挡下那个坦克亚坦的攻击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可以接下亚坦先生的攻击还没事的。小子，看来刚才并不只是耍耍嘴皮子而已。哼，你也没我想象中那么弱嘛。我承认你是目前为止我遇到的考生中实力最好的一个。我当考官以来见过不少空有理想毫无实力的人，他们大多数都是抱着好玩和虚荣的心态来注册英雄，能够为了保护人民不怕牺牲的人寥寥可数。如果你也小看了英雄的话，我战争坦克亚坦就只能让你打消这个念头。随便的攻击可是无法打倒我的随便战士。
我想也是。很久没那么激烈的活动过身体了。哎，我这算多少分啊？满分。请您移步至隔壁的比试场。我先失陪一下。话说回来，真不愧是我看中的队友，竟然能够打败那个 B 级英雄亚坦。比试？啊？看来要完了。杜小姐。下午好。我刚才不是在给新人做测试？想起来了，我这是被打败了，可是想不起来具体的细节，有些噩梦我还是忘记比较好。噩梦？那个新人很强，至少有 A 级水平，可惜。可惜什么？是个笨蛋。看看最后一题。写一写你的英雄理念。英雄吗？我早就不想当了。我不明白我做的一切真的就是正义吗？真的就能称之为英雄吗？哎，你出来！看到什么了？那手上你的名字没有？在那儿。我过了。陆巡。你的。我看到我的了。十三分，小老弟，你可真是个天才啊！实战满分，笔试13分，小学没毕业都考不出这种分数吧？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？吵死了！不是我说，你求求别人。想当英雄，可不是靠自己蛮干就行的。历来青史留名的英雄们，哪个不是有一对灵魂战友？哪个不是靠团结的力量战胜强敌的？俗话说，聚沙成塔，一个人再强也是有极限的。但一堆人聚在一起，就有可能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啊！哪怕是从最功利的角度来说，你有一堆人脉，英雄等级也提升得快得多呀。但也可能因为自己太弱，拖队友后腿吧。所以要找准定位，只要能帮上队友。依赖他人算得上英雄吗？你这敢抢我们的风头，以后别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不然见一次打一次。我不是故意的，而且我不出手，那伙人就跑了。跑就跑，好过被你抢风头。搞得我们是跟班一样。可要是他们跑了，会有更多普通人受。普通人关我屁事啊！他们不到，我们怎么提升战绩啊？最后一次机会，立马退出协会，则后果自负。不，你们这样根本不是英雄。
啊，难不成要像灵那种死掉的白痴才叫英雄吗？啊，蠢货！不许侮辱灵！瞧瞧，这又是哪儿来的白痴灵粉丝啊？啊！我只说一次，把话收回去。欺负眼镜兄就算了，擅自把我为什么搞得我好像是偶像林给说死，这就不行了。区区一级，少管闲事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们可是大名鼎鼎的地级英雄金三角。地级了不起？啊？谁？要不我们单独聊一会儿，金三角大哥。神经鬼跳！怎么了？我不就是个异级英雄吗？敢侮辱灵的你们，不可饶恕。哼，乌合之众。我叫延庆，谢谢你们。延庆，真是个跟你相配的好名字。是延庆，不是眼睛。我叫林杰，他是战臣。至于这位，喊我十三就行，举手之劳小意思。虽然我只是个一级英雄，不过这里的人都挺怕我的，能这么正常的和我说话，这些年里你们是头一回。那你岂不是没有朋友？你这么说真伤人呐。朋友什么的我还是有的。他把游戏里的角色当朋友？你也玩这个游戏啊？魔法少女万岁！万岁！哗啦啦能量！我说，来组队吧。魔法少女订立契约啊！真的可以吗？我当了五年的一级英雄，你还是第一个说要和我组队的人。再说某人说了，英雄就得团结嘛，对吧？当然，能靠一句话就吓跑地级英雄的你，我热烈欢迎。谢谢。真是太感谢了。终于有队友了，万岁！对了，请问一下，十三，你的能力是什么？倒霉啊！是指向目标不幸之类的？是无差别的让身边的人倒霉了。你他妈在逗我！不信可以问问别人啊，我扫把星的名头可是协会里出了名的。神经鬼跳这个外号就是协会里的人给我起的。我在孤儿院里排名十三，有天孤儿院被大火烧了个精光，逃过一劫的我被送到了新的孤儿院。然而没过几天，那座孤儿院被泥石流淹没了，我又逃过一劫。之后我到哪出事，把 C 区的孤儿院都祸害了一次，不得不流落街头。别啊，我偶尔还是会遇到好事的。什么好事啊？比如遇到怪兽时被灵救了。我命真大呀。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就决定要成为像他那样的英雄，直到现在我也不会忘记他的英姿。
帅气的拳头。我靠！快叫救护车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我来帮你，小心！又来了。别顾着跑，救人呐，十三！别发呆，既然你不会出事，就快救人！啊，是。你带他先出去，来。果然，又变成这样。我就说了嘛，眼镜兄肯定没问题的，他身体好得很。嗯，没事的，眼镜兄还活着。切，我都这样了还叫没事啊？嘿嘿，反正迟早会好的。医生可是说我活着已经算命大了。对不起。行了，你离我远点，我就谢谢你了。跟队友说什么傻话呢？你谁跟你们是队友了？要不是你，我们怎么会遇到神经鬼跳？现在大家都上了贼船，你也别想跑。敢不答应，我就叫他跟你一辈子。你是个混蛋！不用了，我果然还是离你们远点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组队的事。不用可怜我的，我也知道自己的能力。说过的话，我是不会改的。我估计也是。就是距离上，希望十三你，有主见点。放心吧，我明白，我会保持距离的。那就成了。我反对啊！那封神秘匿名信上写的犯罪集团就是他们，那么点人，看起来挺不讲究啊。不会错的，我已经追踪一个星期了，今天交易的就是他们当下最重要的家当了。本来组织里有上千名佣兵和十几名 C 级罪犯的，只是这个星期接连遇到意外，现在就剩他们了。我说十三，要不你再多跟踪几天吧，搞不好我们就不用驻守了。那不行，跟英雄协会怎么交差啊？哎，眼镜，装备收拾好了，赶紧过来啊！别忘了，顺便带上两包辣条。我说你们有没有做英雄的自觉啊？这是在做正事啊！东西收拾的差不多了。注意，交易双方已经接头，准备出发了。眼镜，我都说了，是眼镜，不是眼镜。传送者严庆。竟然给我耍帅。但是英雄的登场是不会让给你的。喂，别乱来啊。我建议不去现场了，你们个别拉后腿。全都带来了吧？货呢？照规矩应该先验货吧。验货？好，验货。耶，那就让金柱先生开开眼。有那么好的货，也一定没有下次了。你们的罪恶将在这里结束。H 市英雄协会下属注册英雄，传送者，神经鬼跳，随便啦，随便战士，还有。
真的到了。战神战臣，你们以非法进行生化交易的罪名被逮捕了，接受制裁吧。怎么会有注册英雄在这里？干掉他们。上。可恶，赶快我的好事灭掉。再吃我一包辣条。为什么装置会失灵？这辣条到底是拿什么做的？那么厉害！雨静，你想个办法呀！刚才在这边布置的眼镜不知怎么都碎了，我一个跑腿还能干嘛？那有那么倒霉吗？再见，快跑啊！这什么状况？你好，普通怪物吧？怪物。那你还把他打到市中心？什么鬼呀、啊？那么臭啊！还让不让人做生意了？这位客官想吃点什么？不要吃我呀！就是想搞这种破坏吗？等等，等，别冲那么快，追着你过来，老子都快要断气了。你不是有什么推进鞋吗？干嘛用跑得过来？鞋的电量有限的，得用在战斗上。我说你啊，你这打法是想把这里拆了吗？在美食街把脏水搞得到处都是，你让人家还怎么过日子啊？嗯，不然要怎么对付他？最近刚好发明了合用的新武器，噔噔噔噔，等离子巨物棒2000。嘿，无论多脏，只要轻轻一点，都会被净化成新的一样。所以这里就交给我超科技天才战神大人吧。白痴啊！哎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刚才功率没调好。你看，而且我刚才看到他的弱点了，这次就来认真的。简直跟新的一样，衣服也干净了。是了，对，太棒了！啊，好像被这么冲一冲，腰不酸了，背不疼了，人也精神了很多。大哥，你脸上的斑点和暗疮都被洗掉了耶，好棒！什么状况？啊，你把怪物解决了？不是我。这次最大的功劳是战臣那小子的，要谢就谢他吧。战人呢？这，
怎么会只有这么一点啊？我们可是把两个犯罪团伙的人送进去了。那还用问？一定是艾米，八成是你猥亵萝莉被人举报了。冤枉啊！明姐，你有看到的，而且我喜欢的是玉姐，萝莉才是正义啊！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爸爸妈妈叫什么呢？先想想怎么处理这个小萝莉。还能怎么处理啊？过两天送到协会那里去吧。什么人啊？夏天穿这么多，你朋友啊？冒昧前来拜访，不知道方不方便。寒冬魔女冬雪儿。挺好的，打击犯罪，伸张正义。闲下来以后再去吃喝玩乐吧。那什么东东，你就不要拐弯抹角了，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。是寒冬魔女冬雪儿。就是，怎么这么没礼貌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既然林杰先生这样说了，那我就直接进入正题吧。是关于这小女孩的事情吗？林杰先生果然聪明，关于她的资料都在这里了。啊，嘿嘿。从几年前开始，基因进化公司在世界各地设立了诸多慈善机构，免费收留无家可归的孩子。其实是为了人体实验吧？没错，设立慈善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人体实验所需要的原材料。而你们收留的这个小女孩就是其中的一个实验对象，同时也是唯一成功的实验对象。那实验失败的孩子会怎么样？抱歉。那么多的孩子，这些年英雄在做什么？你们在做什么？为什么不把他们都干掉？抱歉，老毛病犯了，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都小姐，是我们是顶级的注册英雄之一，他不展开行动，其中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。这些年，针对基因进化公司，我们开展了多次英雄活动，可无一例外的，都被对方提前察觉了。为此，我展开了深入的调查。随着调查的推进，真相终于浮现在我面前。原来敌人的干部就在英雄协会里，而且这个人的位置举足轻重。难道是？没错，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城市守护者们的首领，英雄协会会长欧阳锐。突然打电话把我叫出来，说要给女孩子挑衣服，这怎么一回事啊？你哪里刮来的女孩子？没想到你居然还涉嫌犯罪，你这个人实在是奴役犯，是你想的那样子。这孩子是在任务里救回来的，因为他无父无母无家可归，我们就是好心把他收留了下来。乐不乐有没有好好吃饭啊？别说的好像我们虐待他一样。有什么好吃的我们都给他了，对吧？这个养不熟的叛徒，你看你都给他吃的是些什么鬼东西。走，我们先去买衣服，然后去吃顿好的。
行了，总之买两件日常的凑合先，好不好？啊，行吧。哎，你们不来吗？啊，我们稍微有点事需要离开一下。嗯，好吧，那你们别走太远啊。啊，五分钟后就回来。你们说，是吧？对欧阳瑞和基因进化公司来说，这个小女孩都是重要的存在，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抢回她。你不是协会高层吗？就不能做些什么？过了今晚，恐怕连我都自身难保。但靠我们几个可以撑到什么时候啊？总之，他们这次一定会派出职业杀手来抢回那个小女孩的。小哥，你还是挺识相的嘛，要是竟知道找地方，在这里大家都方便。都是见过面的熟人了，就不用见外了吧。说吧，有什么事？爽快，那我也不绕圈子了。寒冬魔女冬雪儿因为多项罪名正在被协会通缉，欧阳会长下令要把你们都带回去接受调查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几个并不打算跟任何人走，包括那个小女孩也是。啊，既然不肯配合，那就不要怪我们了。今天神经鬼跳正好不在，就让你们这些一级垃圾尝尝地级的厉害吧！一起上，干掉他们！比想象的还弱，地级的实力也不过如此嘛。姓欧阳的就只有这些手下吗？糟了，得赶紧回去了。不是说很快就回来的吗？你们都跑到哪里去了？那么久。我们快离开这里吧，有人要离开。有人要过来找他聚聚，所以今天就到先回去吧。啊，那个小妹妹呢？真是的，一点都不靠谱。木木应该差不多换好衣服出来了。木木。哇哦，木木。好听吧，木木可喜欢了，对吧？不不。对了，老哥，干脆木木就住到我们家吧，我来照顾他就好了。啊，那么可爱的小妹妹，无依无靠的，多可怜呢。我不管，我要了。不是，是他的案子还没结，可能会有危险。老哥，你不是当英雄的吗？不是应该由你来保护我们吗？那就包在我身上吧。真没原则。啊，也行吧，毕竟林杰你是我们三个里战斗力最强的，由你来保护也更稳妥些。但是别忘了东小姐的事，看来是应该准备一下了。眼镜，你先去报个信吧。好。你们鬼鬼祟祟的在那说什么呢？没啥，他们说要先走了。先走一步。我们也回家吧。真的不吃饭了？回去叫外卖吧。一群废物，连三个一级的都对付不了，要不是有点能耐的都派去追那个姓东的女人，根本轮不到这些废物。淡定点儿，欧阳先生，事情嘛，总有意外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们不方便做的事，我的人已经准备动手做了，我们就等着好消息了。哼。
这个恶魔，是想自己做的变态武器吧你？想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这个英雄任务中专用的牙刷，我还没有完成呢。牙刷？你个变态，竟然敢愚弄我！我要杀了你这个大变态！等等，那个是……现在求饶都没用了，死吧！那是出任务时洗澡的。等离子全身清洁吧。谁啊这人，突然跑上门硬塞我牙刷，还骂人变态。困死了，真想多睡一会儿。上面只说带小女孩回去，是死是活都没关系吧。偷看女生洗澡，你是变态吗？你就是林杰。为什么来我这里的是个歪瓜裂枣的家伙呀？哼，你也就只有现在可以嘴硬了。和英雄协会那帮废物不同，我可是组织里的顶级杀手，有着 A 级实力的我，只要一出手，立刻就可以分出胜负了。可恶啊！都跟你说别闹了，出来混饭吃的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可恶，没想到要在这里用上这个。哟，怎么了？这么年轻就不行了？狂化药水，虽然还是四肢阶段的东西，这股力量。这就是 S 级的力量吗？实在是太棒了，就拿你来试一下吧。怎么样，这就是强化了的速度，在压倒性的力量面前，就死吧。哼，什么狂化药水，除了不穿裤子让你看起来更变态以外，也没什么。可恶，现在的我可是不死之身。就跟你说嗑药对身体不好了，加班就更不要勉强自己比较好。怎么，明明也就是 S 级，只是一级。回去告诉你主子，不要再找那个小女孩的麻烦，有我在，你们派谁来都没用。你能打败我，但你杀不死我，不用多久我就可以完全复原，到那时我会再次来到你和你妹妹身边，不管多少次。你说什么？只要你有一丁点破绽，你妹妹还有那小姑娘，总有一天要死在我手上。我是组织最强杀手，我是最强。本来打个交道就完了，他非要搞这个地方。等等，英雄协会明令禁止英雄私自杀人。你英雄我就不打了。难道你就是？既然你威胁到了我的家人，那就给我消失吧。连重要的人都保护不了。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。
你回来了，我叫你拿个毛巾，你死哪里去了呀？我到外面上厕所了。算了，懒得理你。又在看那么老的片子啊？这集又是谁赢啊？当然还是超级英雄嘛。这么老套的东西你看不厌的吗？老套一点不也挺好的吗？行吧，那我回去睡了，别闹腾太久了。很快就结束了。还有第二件事，在3天之后，欧阳瑞会和基因进化公司的人再次接头，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为了阻止欧阳瑞以及像他这样的败类继续掌控英雄协会，这次大概会是 H 市最大规模的战斗。林杰，你会帮我吧？用不了多久就会恢复平静了。英雄嘛，我早就不想当了。我不明白我做的一切真的就是正义吗？真的就能称之为英雄吗？我当考官以来，见过不少空有理想毫无实力的人，他们大多数都是抱着好玩和虚荣的心态来注册英雄，能够为了保护人民不怕牺牲的人寥寥可数。怪物过来了，你这样的平民还是快走吧，我来挡住他。谁也跑不了。难道只有高级英雄才叫英雄，一级就不配？啊，难不成要像灵那种死掉的白痴才叫英雄吗？啊，敢侮辱灵的你们不可饶恕。不许侮辱灵。连重要的人都保护不了，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。为了阻止欧阳瑞以及像他这样的败类继续掌控英雄协会，这次大概会是 H 市最大规模的战斗。林杰，你会帮我吧？用不了多久就会恢复平静了。今晚欧阳瑞会和基因进化公司的人再次接头，为了将他们一举歼灭，我们需要更多帮手。给你们介绍下 B 市的 A 级英雄冰仙子董小叶，到时基友联盟等人也会协助我们。我们必须取得狂化药水的样品，才能让上级英雄协会对欧阳瑞他们定罪。一旦作战失败，药水流入市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哎，怎么看都是群没用的渣渣。矮子，说谁矮呢？有种你再说一次。谁搭腔谁矮啊？冷静冷静。别这样，他是个孩子。田鸡，给我闭嘴！所以你真要指望这帮废物吗？别看林杰先生长这样，现在 H 室内能破欧阳瑞防御的估计就他一个。什么叫长这样啊？那这四眼田鸡呢？反正我是凑数的，行了吧？就是这样，酱油都滚回去吧，少来碍手碍脚的。不，欧阳瑞把我的情报卖了，害我的家人被追杀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你那什么反应啊？好了好了，十三那边已经解决了天堂岛的基因进化公司总部，我们要是因为内讧导致作战失败，就太对不起他了。不愧是神经鬼跳，光凭运气就能完成任务的男人。哼，反正别拖我后腿。我会让你瞧瞧我的本事。各位，为了这座城市的和平，让我们共同打倒欧阳瑞吧。哦，哎呦，还真是够硬的，而且都是极具爆发力的小块肌肉。有罪有死罪耶，你们这些肌肉狼。嘘，师生进来了。甘先生果然守时啊。
时候到了，肌肉联盟的弟兄，冲啊！小鬼就躲在后头吧。怎么这样？等等我！切，来砸场了！给我上！上！追猎者都被你收买了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追猎者何厉害？上帝视角加改变子弹运行轨道的能力，顶尖的 A 级英雄。准确来说是 H 市排名第一的英雄。作战有变，林杰，你去对付基因进化公司的人，我来拖住欧阳瑞。就是你干掉的恶煞吧？什么恶煞？不认识。主人小心。哼，想不到挺能打的嘛。哟，二打一可不公平，让我也来参一脚呗。去把那跟班干掉。死你！要在这里干掉。在树林里扔了不少眼镜，等下应该帮得上。我才不需要帮忙。小心。别躲躲藏藏的，有种出来单挑。我果然只是累赘吗？弹道预测，移动间隔推算，位置锁定，听我指示。就是现在。打中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在哪儿的？前置眼镜的计算能力可是一流的。你以为就你一个人能打赢我？赌上性命。呼吸。
就这点程度，可是连条划痕都没法在我的紫金铠甲上留下来的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赌一把了。还来见你？这就叫作死。那么，这个你算到了吗？幼儿可是狩猎的基础，小子还是太天真了。为什么你会有 X 立场？这明明是国际政府用来关押超能力罪犯的。欧阳瑞的礼物，顺带一提，这东西经过基因进化公司的改良，现在是专门用来折磨英雄的全新版本。能力被限制，万虫噬身的滋味如何呀？这么痛苦，还是让我来给你解脱吧。谁会像你这种变态投降啊？那也好过替那种人渣卖命吧。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呀？这种富二代怎么可能理解？在我们的人生中，没有英雄。收工。后悔了吗？英雄是不灭的，就算我倒下了，还会有其他人来收拾你。哦，其他人？谁呢？哦，你的那些猪朋狗友吗？不许侮辱他们！天真！什么？一帮不懂战术配合、只会无脑冲锋的傻子！叶天机，你怎么样？快放出去！你这个目中无人和懦弱，要么自以为是，要么摸鱼，就这也敢当英雄？看世上还真没什么英雄了。你是在说你自己吗？死到临头你也就只能嘴硬了。连英雄最基本的战斗方式都忘了，你这会长当得真够失败的。什么？是你逼我的。能量豆腐着实令人上瘾。反正你也只能靠药物了。不管你之前是怎么打倒恶煞的，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看起来有那么两下子。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让你嗑药，让你装，让你用小萝莉做实验，让你下毒，让你……弱鸡！打够了吗？打够了，就来好好聊聊吧。我是来杀你的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。不行吗？
我这可是有五险一金的正规公司，谁规定你一定要杀人才行？当然是这个不待见我的世界。这样看来，你也只是被逼的嘛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跟我来吧，我会给你新的世界，新的人生。你只是因为快被我杀掉，所以在求饶吧，死要面子的变态。哪有？哼，别以为我会上当，只要在这杀了你，我一样有路可走。死路也可以。总有一天，要么被抓，要么被杀，反正没什么好下场。你完成再多任务，也不过是在把死期往后推罢了。这就是你想要的人生？住口！你过去的人生里或许是没有英雄，但现在有了。别过来！选吧，是要英雄，还是死路？果然还是英雄好，对吧？住手！四爷！可恶！不用喊了，我马上就送你下地狱去陪他。你休想伤害他！一定要中啊！四眼天机，识相的话，快带着你的贱命滚，不然的话，欧阳瑞给你多少，我加倍。不好意思，我可是有职业操守的。说了，不许伤害他。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凡人的跳蚤，配油。眼睛！不要哭哭啼啼的，接下来就是你。我想成为说干就干的英雄。让我演一下。海关什么时候？够了，眼睛，你快逃！绝不会丢下。死吧！别想安然无恙的回去。你以为我一点准备都不做就跟过来吗？冰莲，这样就哼，这种东西也想困住我？我只要这一瞬间就够了。叫我
你没事吧？嗯，还行。虽说大概想象过，但你这棒的威力还是超出了我的意料啊。欧阳瑞，怎么样？脸疼不疼啊？这就是我们的战术配合。为了让你挨上这么一下，我可是差点把命都赔上了。你以为这样就胜券在握了？失去铠甲的你，就只剩鼓舞不凡了。但别想靠这个逃跑。逃？你以为我今天来这里是干什么的？现在都流行打后脚喝药了，哪来的药水？现在我就要你们付出代价。这就是 S 级的力量。这威力，林杰，你没事吧？还有心思担心别人？你们一个也别想逃！走了。这样就解决了。S 级的水平，就这样？不可能！竟然能毫不费力地挡住我，堪比 S 级的一击。外形丑就算了，连反应都这么 low。竟然能对我造成伤害，难不成简直是在侮辱 BOSS 这个词？难不成你也是 S 级？你是怎么躲过协会的能力探测的？能力探测是什么？给我定级的不就是你？装神弄鬼！就算你是 S 级也别想赢我。林杰，危险！我的鼓舞步伐天下无敌。躲开了，你往哪儿打？为什么挡不住？我的速度应该是极限了才对呀、啊。好了，不闹了。你说什么？是时候回家了，魔法少女了。啊！死去灭亡！啊，还不死心啊？收。更不是吧？他死了？没有，我控制了力度，大概昏迷个几天就能醒吧。你是 S 级是吧？天知道，又没人给我做过完整测试。啊，早知道你这么强，我就不当幼儿挨揍了。啊，有人回来了。嗯，你们这是因为深爱了？才没有，是他说的。我靠！是大人的事，这是只有富二代才能用的战术呢。别吐槽了，快扶我起来。你不是主谋。况且这次的主力是林杰，看他怎么说吧。你说呢？卖我个面子？那你可得请客吃饭。大宝，大把酒店任你选，就当庆功宴啦！父王带万岁！那我现在需要做什么？帮我叫辆救护车。是上级英雄协会的人，这下就……快来人！救救他！近日 C 区英雄协会根据线报破获了一起违禁品交易事件。啊，搞什么？明明是我们抓的，居然只字不提。欧阳家势力庞大，鬼才信他们不知道。不过要是知道你们的身份，可能会对你们下手。
们才是真英雄，却还要怕被报复。是真英雄就要深藏功与名嘛。来啊啊就像当年的刘、还好吗？好得很，好得很。真羡慕你还能这么生龙活虎的。你能捡回一条命已经算不错了，知足吧，严庆。我叫严庆啊，严庆。冬雪儿呢？那天晚上她说要回家一趟，这都一个礼拜不见人影。这才几天不见就想我了？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？要告白的话得趁早哦，没准我一高兴就跟你私奔了呢。几天不见，你脸皮厚了不少啊。姐姐，家里那边放心，他们不会追究了。啊，东家这么好商量。对了，经过这次作战，我看大家都还有进步空间，所以联系了英雄俱乐部给大家做特训，欢迎报名。啊，特训算我一个。我的能力刚进化不久，正好可以熟悉一下。我就免了，毕竟我这么强，没训练的必要。可是不识抬举的家伙，多少人想去还去不了呢。喂喂，去吧去吧，热血集训可是王道情节啊。是啊是啊，而且可是漂亮妹子的邀请，怎么能拒绝呢。你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强者的寂寞。你真以为干掉了两个狂化的 A 级就了不起吗？八大家族里的这种人多的是， S 级之上还有 SS 级，你那点本事根本不够看。不够看？你们一起上都赢不了我。哼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确定要打？身体好了？你以为我是谁啊？主人，请下令。就让我看看你的真本事吧。那我就用点真本事吧。做好觉悟吧。四个人一起上，一点配合都没有的吗？你们的实力就这样而已？这家伙这么小看人，躲开！那就看招！小叶，哎呀！不小心用力过头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非我，多谢你接着他啊。不客气，我懂这格的了。厉害。这个对我没有用，是吗？那这个呢？绝对冰封。在我的冰封领域里，没人能逃。都说对我没用了，不对了，还有一个战神，人呢？认输打不过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该去见木木了。祝你们特训愉快。看不清他的动作，没办法，打又打不过，随他去吧。那你们收拾下，下午就出发，十三也回去。我的超级武器还没完成呢。顾飞武，我们回去吧。我都这样了，还是继续休息，别训练了。都给我站住！说，哪儿来的狗？接木木回家的时候路上捡的。你有本事捡钱呢，借口干嘛？把家里弄得一团糟。可是明姐姐，我是绝不会心软的。我
我说了，我绝不会。啊？难道今天有大人物来？哦，到头来还是难过萝莉关。来都来了，就让我好好开发下你的智力吧。没准开发后，你还能帮忙照顾那老妖呢。走吧。早上好啊，秦博士。哦，是小林呐、啊。今天你在自己那边做实验就好，不用来我这儿。啊、请恕我能力有限，欧阳家主。连你这样的权威都束手无策吗？他的脑域记忆变成了一团乱麻，已经失去了思考复杂问题的能力。或许您可以找其他的。我知道了。连秦博士你都治不好，那就没戏了。我欧阳家不需要废物，今日多有打扰。至于那个研究，还望你多费心。嗯啊，欧阳家主这么巧。哟，这不是欧阳瑞吗？怎么弄成这样了？东阳，你少给我耍嘴皮子。冬雪儿那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雪儿这次闯了大祸，我在这里先代她向您赔个不是。但我相信您也明白，现在正值计划的关键期，切不可为了一个女人伤了和气。哼，还请慢走。哎，东阳少爷今天来是为了算是催工。这个您也能看到，我这实在是人手不足，先前给的时间已经是理论极限了，所以我特别给你带来了位帮手，穆斯里博士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以后项目就由你们共同负责。那祝两位合作愉快，我期待你们的成果。那么还请秦博士带我参观下这里吧。嗯，哟，训练的如何？别说了，气死我了！都怪这混账，对不起，又是雷暴又是疾风的。至少活下来了嘛，运气不错。怎么样，这几天有没有想我啊？你干嘛呢？是无聊的男人，你没兴趣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最近果然很奇怪。啊，哪奇怪了？这个是不是被欧阳瑞打坏了？哼，你活该单身一辈子。哎呀，这不是林师傅吗？你好你好。谁是你师傅？别这么说嘛，师傅，您现在跟冬小姐这么熟，有空多指点指点我呗。靠，又想耍花招升级？才不是，我是真心想向您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真英雄的。行了，别闹了，新会长要上台了。首先非常荣幸能够担任 H 市英雄协会会长，对我而言这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，更是奋斗的动力。为了能够尽快重建英雄协会的秩序，维护 H 市的稳定与和，感觉这新会长来头不小啊，是东家人。推行属于由专家组提林杰新改革计划。
我的发言完毕，谢谢大家。总之今后我们在 H 市就有大老招了，是吧，杜雪儿？是啊。哎，你们说，我去找新会长重新鉴定一下我的英雄等级怎么样？不可以！不可以！哥哥，不是说好了家里？放心，我是为了其他事而来。倒是你，日子已经选好了，你准备得如何？小叶已经替我回家准备了。别以为那帮人可以帮你逃跑，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。我知道，我闯的祸，我会自己扛。这样最好。几位都是雪儿的朋友，换句话说就是我的朋友。既然是朋友，就出来好好聊天吧。舍妹受你们照顾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会长您太客气了。靠，有你什么事儿？您就是林杰先生吧？听说您一个人干掉了欧阳瑞和进化公司的精英。如此年轻有为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东家继续发展呢？没兴趣。那还真是可惜呀。不过容我提醒您一句，这世上有些人是不能得罪的，要不是遇到贵人，您现在可能已经死了。不过若您改变了心意，欢迎与我联系，我东家的大门随时为您敞开。想杀我就来，只要他办得到。看来您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呢、啊、至少比阴阳怪气表里不一的你强。哥哥别跪下。不过是收拾了几条杂鱼就不知天高地厚了是吧？精神能力者，可惜水平还差点。我倒要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，我是你这人有完没完？活过来了。哼，难怪雪儿那么欣赏你，有两下子吗？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先走了。还好吗？你站起来吧。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试试他的本事罢了。可是我做事还要你同意吗？本来只想给他个下马威，现在看来这人太危险了。还在纠结东阳的事吗？我也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东小姐好像会有麻烦。刚才东小姐和新会长好像也提到了关于欧阳家的事，看来欧阳瑞事件的余波没那么容易平息啊。所以还是要多留意一下这方面的事。十三，你去打听打听吧。为什么是我？你说呢？行吧，反正我跟着你们就是在害人。话也不是这么说了，只是……喂，老妹啊，咋了？狗狗的实验成功了，你过来带他回家。好，马上过去。林小姐，研究进展顺利吗？他现在已经可以阅读研究生水平的教科书了。读书？一条狗？看，连适应期都不需要就能自主学习，开发很成功呢。那么生理反应如何？生理指标一切正常，没有任何排异反应。很好，不愧是秦博士看中的人。没什么了，我就是打打下手而已，现在就差临床试验了。
我相信这一定会成为医学史上的里程碑的。那么就请继续抓紧研究吧，新世界就靠你了。我会加油的。又来告白，快给我滚，我还要忙呢。不是的，我是来通知你快逃跑的。跑？秦博士背后的靠山是东家和欧阳家，他们各怀鬼胎，难保不会打起来。你继续待在这里很危险的。欧阳？那个欧阳瑞吗？可是新上任的会长是叫欧阳的。这里就是我们的。如果是一伙的话，那我更不能抛下博士了。现在是逞英雄的时候吗？我才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。谢谢你的提示，我会小心的。白浩，让天组的人把李婉洁家里住几天。是。要有半点闪失，全组提头来接我。你要真这么担心冬雪儿，干嘛不直接？喂，干嘛呢你？说，你为什么要监视秦博士的研究所？战臣，是时候出动你的秘密武器了。哦，那就让我好好净化下这位小姐姐吧。你想干嘛？啊！搞不懂为什么少爷非那个女人不可。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事。一号怎么还没回来？你说的是这位小姐吗？你们对她做了什么？这是我要问的。你们在这干什么？哎，我说，你也不留个人来审问。哎，有了，八大家之一就是谁的令牌？龙家的天族。龙文峰，你居然还知道他？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这混蛋八成对我妹告白失败，打算硬来了。看我不给他个厉害瞧瞧！喂，什么事？报告少爷，天族全灭了。人还活着吗？活是活着，但是都想不起来是被谁打到的了。行吧，先把人带回来好好治疗。是。那可是一人能顶两个 A 级的天族，居然会被团灭到失忆。能做到这种事的，东阳已经注意到了吗？该死，我绝不会让你伤害林婉的。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豆豆都已经开始看量子力学了。林婉啊，干嘛？这是要是觉得情况不对，立刻按按钮。我会第一时间赶过来的。你是不是这？秦博士背后的靠山是东家和欧阳家，他们各怀鬼胎，难保不会打起来。不能把他卷进来。知道啥？你是智障吗？我们搞研究的能有什么事？快把狗带走！我还要继续做实验呢。越打越暴力啊你！啊，可以走了吧？去你家。啊！哎呀，你家那么大，多条狗也没什么嘛。养狗不要钱呢，又花不了你几分钱，就当做好人好事嘛。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好吗？这都两天了，他还真宅得住啊，为什么在家还要化妆啊？哎，这是喂，林杰，有情况了。哟，打扮起来还是蛮好看的。多谢欧阳少主亲自前来。没办法，我要不亲自过来，谁知道你也会搞出什么幺蛾子呢？我未来的妻子。走吧。这么温顺，可惜啊，我还想在你抵抗的时候调教一番。不过看在你帮我搞定了欧阳瑞的份上，真是丑陋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家族真是……要不是老头子特别
个交代，万红姐不能碰你。你以为我会拿什么塞住你的嘴巴？放心，我可是个怜香惜玉的绅士，不会亏待你的。不过，欧阳家的其他人可就未必了。既然那么不待见我，那就杀了我。No, 我可是很期待新婚生活的。那么，请上车吧，我的未婚妻。给我等等！啊，那是。肉联盟，亚坦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路见不平一声吼，不需要理由。那个排骨精想对我们东小姐干什么？亚坦，黑鸡，白鸡，这些就是你养的狗，眼光有待提高啊！请你放尊重点。那么，就容我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叫欧阳子浩，是这位东小姐的。未婚夫，未婚夫，所以别管我，你们走吧。可是他是欧阳家的人吧？难不成东小姐你是被？我是自愿的，够了吧？就算你这么说，我们也不走。就是用强的，我们也要拦下你。啊、好一群忠犬，真正的男人绝不会见死不救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你们变成丧家犬吧。啊放开我！我快走啊！这群机器人！我可不喜欢大吵大闹的女人。走吧，我的未婚妻。东小姐，快让那些机器人出！好好看着，这些人是怎么因为无聊的正义感而死的？住手！这就是你对待未婚夫的态度，有点意思，居然还有我没发现的野狗。我干！居然能空手接子弹，竟然能在我眼皮底下躲这么久。不过，除了空手接子弹，我还能隔空杀人呢。就像这个。碍事！求求你，我任你处置，只要你放过他们。哦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正好我也玩腻了，我们换个地方玩吧。不许走！禁止令收到，歼灭所有目标。可算来了，剩下的交给我吧。自我修复呢？对付高科技就得用。警告！发现过热危险物质，需要尽快解决。Thank you.
撤退。上了你们还想跑，有点节操行不？听众提示：机器人与3140被歼灭。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？这是火灵剑。灵劫。灵劫？看来你还有点用，居然给我送了把绝世兵器当聘礼。灵劫，你为什么要掺和进来？杀死！又是欧阳家的人！冷静点，你又不知道人家在哪儿。是啊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抢救伤员啊。我会替你报仇，救出董小姐的。啊！你们真要去啊？啊？这不是废话吗？欧阳家可是 C 区最强世家之一啊！再说几台机器人就能把金融联盟和13烧成那样，万一他们派出机器大军，光靠我们几个能招架得住吗？我们真的要为了东小姐得罪他们吗？你怕了？难道你们不怕吗？我战臣的字典里就没有害怕二字，我都快忘记害怕的感觉了。再说了，东小姐可是我们的朋友，怎么能见死不救？肌肉联盟和13的血怎么能白流？可那是欧阳家啊。我们可是英雄，以打击罪恶为生，怎么能因为罪犯实力强大就认怂？说得好啊，真英雄不该向任何恶势力低头。你来干嘛？我收到消息说东小姐出事了，就想说来帮师父你们的忙。这个可以用。所以你呢？大不了就是死，是英雄就该像灵那样英勇无惧，这才对嘛。不过也不怪你，毕竟那种大世家想报复我们的话简直易如反掌。就不说我刚下的决心啊。好好好，不说了，还是说说怎么救人吧。搞定了，这就是欧阳家的内部结构图。好厉害啊，这么快就破解了八大家族的防御系统。没有啦，其实大公只是逗逗了，不愧是做过脑开发实验的狗。人不如狗。这是欧阳家的宴会厅，明天晚上会在这里举行欧阳子浩和东小姐的订婚仪式。订婚仪式？八成是为了平息欧阳瑞事件的恩怨吧。这些大家族最看重的就是面子，所以为了订婚仪式顺利，他们在婚前应该会竭力保障东小姐的安危。那婚后呢？东雪儿可不是谈判筹码，她是人呢。知道了，你冷静点。我还在这里听你说话，就证明我已经够冷静了。我们都知道你很强，但凡事都要考虑周全。就算能把人救出来，之后呢？没考虑周全后面的事，结果就是13肌肉联盟惨遭吊打，身负重伤。放开我！连东小姐也……这次为了救出东小姐，事后我们又要付出什么代价？我先考虑清楚。最后还是要有人受伤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但要是晚了就什么都救不到了。所以我们要有作战计划。师神，你带你的粉丝在欧阳家附近做活动，吸引他们的注意。反对扣押！反对扣押！还我东小姐！还我东小姐！明天年庆，我们三个人从高墙进入，当然还需要你和豆豆破掉欧阳家的防御系统。嗯，没问题。怎么样，飞舞？搞定。姐姐，你真的甘心吗？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？这是家族的决定啊。哦。啊？小叶，你好啊。上官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早点见到你嘛。那就离那个混蛋远点。对了，反正还有时间，我们去吃点什么吧。嗯，哦，可我姐姐还在这儿啊。小燕，你去吧，我一个人没问题的。可是，好吧，你要敢欺负她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哼。
有话直说吧。都这时候了还傲着，那我就有话直说吧。那个叫林杰的男人是谁？你想做什么？火灵剑能做什么？你心里没数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宝剑配英雄。本来我是想跟他做笔交易的，但现在看来你养的狗又不老实了。是谁？难不成林杰来了？这群傻瓜为什么要为我做到这种地步？你就在这好好看看这群狗是怎么死的吧。林杰，求求你们别做傻事。那狗真不赖，居然真能破掉欧阳家的防御系统。哎，你们别闹腾。你干嘛？当然是隐藏身份了。哎，你看我连武器都换了。从哪儿搞的？法官报的。我怎么就没报过装备啊？谁？谁在那儿？小叶。站住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是我想问的，你谁啊？跟小叶在这种小树林里干嘛呢？眼镜，你们这是？你认识他们？不但认识，我们还很熟。小叶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种就是表面好男人，暗地里这里交给你了。渣男，他们对任何女生都是一副温柔好男人的样子。就在这里。我去把守卫干掉。哎，慢着，比起电灯泡，我更想当英雄。你可以吗？哼，你是我兄弟，你为兄弟而战。什么人？阿大，有，打！不许动！是永杰，你干嘛带着脸谱啊？这样就没人认得出来了，反而更显眼了好吗？婚纱挺漂亮的嘛。走吧，战臣他们撑不了多久的。我不能走。腿好好的有什么不能走的？你继续躲在这儿就是死路一条啊。这不需要你管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哎呀，你这女人真是烦，已经没时间了。我都说了我不走啊。我答应过家族不会再惹麻烦了，所以我是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的。我又不是你什么人，原先这么样也跟你没有关系。当然有关系，你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再说了，不能让肌肉联盟和十三白来牺牲吗？就因为这样你们才不敢来。他们的牺牲那我的牺牲呢？我做这一切不就是希望不再有人因为我出事吗？凭什么？不会再有牺牲了。欧阳家可是西区最强的，惹怒了他们，我们是一样的。只要是自己认可的正义，就拼了命去守护。相信我吧，不会再有人牺牲了。走吧。喂，你没事吧？这机器人够难缠的。给你出了这口气再走。
那你的口气还挺大的嘛。古阳子浩，想当落跑新娘，不要脸！东家和欧阳家还要两大家族的颜面，就靠个女孩子撑着，没点男人的担当。感情抢人家老婆就叫担当？既然我们都看不惯彼此，不如就再次决一胜负吧。要是我赢了，我们离开，你也不许追究董雪儿的责任。那要是我赢了呢？我们任你处置。这可不够，我还要你的火灵剑。成交。等等，欧阳子浩是欧阳家年轻一辈里实力最强的，你别中了他的激将法。放心，我的实力也不弱啊。事不宜迟，我们比武场上见吧。小叶，小叶才不会喜欢你这种小狼狗。少在这胡说八道。你到底来这干嘛？当然是来救东小姐的，还有替十三跟肌肉联盟的兄弟们报仇。啊，怎么会？姐姐明明说过不会有事的。姐姐。啊，小叶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情况有点复杂。各位，今天是我欧阳家与东家联姻大喜之日，为了给这场盛宴添加点彩头，我决定与这位红脸先生来场比武，请各位做个见证。胡闹！当然，要是我赢了，我与东小姐的订婚仪式如期举行，这位先生还会送出火灵剑作为贺礼。火灵剑，失传已久的神兵火灵剑，呵呵，这彩头倒是不错。看来欧阳家主对子浩很有信心嘛。不让子浩展现下实力，某些阿猫阿狗真以为都可以骑在我欧阳家头上撒野了。场地周围有立场可以抵消攻击，就让我们放开手脚打一场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哦，不用火灵剑，够了。你的呢？对付你，一根手指足矣。这算意外吧，欧阳家主。
错吗？能把我打成这样，要不是穿了粒子防护衣，既然打不死，那我就可以尽情揍你了。石头大花，还要再打吗？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不好，开！所有人立即撤离。是什么 ？SSG 大师亲手制作的禁咒卷轴，神秘家伙。啊、他疯了吗、嗯？在这里用那种东西，真是个废物。林杰，雪儿，小叶、啊，喂，你们没事吧？那是。欧阳子浩，贱人！林杰呢？林杰，林杰你在哪儿？哟，在这儿。你这家伙，竟让人操心。
等我一会儿，解决完这家伙，大家一起回去。这不可能！去死吧！下次可别再欺负女孩子喽。林谦，林谦，然而，即使成为了神，依旧有那么狭隘眼的蝼蚁需要解决，那就是你。居然连身为神的我都无法完全入侵你的精神领域，确实是一个不容小觑的男人。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他们不过是在朝拜这个世界的神而已。精神控制，你马上就会知道。准备向这个世界的神朝拜吧。你这样的充其量就是个盗版邪神罢了。盗版邪神，你居然敢说我是盗版？我是神，整个世界都在跪拜我。我就是神，真神。你以为秃了脑袋变强了点就能当神？这也太自以为是了吧，老兄！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臣服，或是死。我很欣慰，你选择了我所希望的答案。这样一来，我就能向万物用实力证明，逆神者亡。
谓的神有什么好的？古高的神不需要牵挂，只要管理这个世界，确保它按照神意运作即可。然后呢？在我的统治下，世上不会有任何罪恶与斗争。毕竟你就是罪恶和斗争的源头嘛。你也就现在能说大话了，我马上让你下地狱去，陪你亲爱的妹妹。精神侵蚀。什么？
为神灵的你，又怎么能体会到那种无力的感觉？或许吧。二十。果然，和你的力量相比，我还不够啊。你还记得你追求力量的初衷吗？我很强，却还是没能救下他。救人？说的是啊。果然，救人才是英雄的本质。想通了，都死到临头了，什么都明白了。我想建立一个没有杀戮与罪恶的世界，为此我需要力量成为最强的人。可是从什么时候起，我走得越来越偏了呢？以至于偏离成了这世上最大的恶。但我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会这么强？诛仙剑阵当初被一剑穿胸而过。那肩膀上的呢？外星人的炮击好像是什么数字力武器。腰上的呢？穷奇的撞击，后背的异世界众神下的手，在这些我自己都数不过来的战役后，我的身体早就变得破破烂烂的，只能说还好脸蛋和手没啥大碍，所以勉强还能混过去。毕竟不能让妹妹担心了。
经历了那些战场，居然还能活下来，简直是个奇迹。这就是我能变得这么强的原因。替景那五年的经历，绝对是普通人想象不了的。林，那个女孩。抱歉，我不想提起这个。还有，别叫我林，英雄。我早就不当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注册成为英雄呢？天知道，我自己都说不上。居然死在你这种人手里。人嘛，活得简单点不好。我那件，可是救赎啊。老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妹妹有难，当哥的当然要来了。话说吊坠呢，你怎么不用？还不是怕你卷入危险之中。哎，你老哥我好歹是个注册英雄，哎，我很强的，所以以后有事一定要第一时间找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你们是谁？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冒昧前来拜访，对欧阳瑞和基因进化公司来说，这个小女孩都是重要的存在，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抢回她。林杰，你会帮我吧？你叫我？你没事吧？还行。冬雪儿呢？这都一个礼拜不见人影。这才几天不见就想我了？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？切，无聊的男人，你没戏了。最近的你果然很奇怪啊。啊？哪奇怪了？你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再说了，不能让肌肉联盟和十三白白牺牲了。啊！真要走吗？嗯，机票都订好了。M 区可是罪犯的天堂，去那当英雄学院的老师，真的合适吗？是你说的，我爱干嘛干嘛。不过在那之前，还有件事要做。再见啦，大英雄。再见。
着。就在这里，好好的。